11月18日，大清区西红门镇发生火灾，此次火灾共造成19人遇难，其中男性11人，18岁以下6人，女性8人，18岁以下2人，其分别来自山东、河南、河北、陕西、北京、黑龙江、新疆、吉林，这些人大多为外来人员，遇难者年龄最大的为60岁，7人不满10岁，年龄最小的仅1岁。公安机关查获18名涉案人员，包括起火房屋院落的原始承租人1人，出租房经营及管理人员6人，出租房日常电路电器维修及冷库建设设备安装调试人员11人，均无相关专业资质。挪威森林，北京11/18大火19人遇难名单，7个小于6岁的孩子。 Andy Young。自媒体只是一少部分人发声的场所，在这里你读不懂中国。